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早就习惯一个人，少人关心少人问，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，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。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莫笑我是多清楚，莫以成败论英雄。人的遭遇本不同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管那山高水也深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茫茫未知的旅程，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管那山高水也深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茫茫未知的旅程，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。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。什么秘密？有秘密？我说，你说。其实我一直在暗恋你。不会的。是真的。不可能的。自从我认识你，我就不能控制我自己，你的影子不停在我脑海里出现。不过，我想我是恋爱了吧。你喝醉了，你一定喝醉了。我没有喝醉，酒精反而使我更能鼓起勇气向你说出我心里面的话。我崇拜你，我仰慕你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我不能没有你。你要想清楚，哎，我们认识的日子实在是太短了。感情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，是用欢笑跟泪水啊，你知道吗？每晚我都为你哭泣。嗯，一定是喝醉了。你不相信我？不是。你不喜欢我？不是。要是不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宁愿去死。哎，疯了，疯了，疯了！你让我死好了，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宁愿去死。不行，这件事情实在是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一时之间难以接受。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。那就证明给我看，你还吻我，让我知道你的心。完了，今天晚上太重要了，怎么办？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稳住。哎，不行。
那么远。刚才那一段呢，是《狼心如铁》里面的一场戏。哎，演得怎么样？感不感动啊？感动。我一看就知道你在演戏啊。哎呀，你们这些演戏的也太可怕了。感动有什么用啊？导演也没用我。是不是每一个人一生下来都安排好了呢？你是做医生，还是做律师，还是做工人，还是做乞丐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相信。不过有时候又不得不信。有些人戏演的并不怎么好，就不明不白的他就红了。有些人戏演得很好，却始终没机会。可是我觉得你戏演得很好啊，可能是因为你的机会不够多吧。但是演艺圈又很难讲啊，要是有一天机会来了，给你抓到了，你一定会红。你不要灰心，我是相信人有顺境逆境，也许你现在是碰到逆境，所以事事不顺心。可是要沉住气，只要沉住气，总有一天你会顺境，会，一定会，等着看吧。奶奶，姑姑回来没有？哎呦，还没有嘛！我知道他在赌气啊，可是他也不能整晚不打电话给我，我都急死了。会不会出事了？哎呀，你不要吓我嘛！哎，要不要报警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奶奶，姑回来了。哎，你这一晚上你到哪儿去？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啊？你这边我都吓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差点给你报警了。我心情不好，到迪斯科跳舞了。跳舞？你一个人啊？不是，跟朋友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真是没有礼貌啊！这吃饭吃一半，一声不响就走了，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赵大哥解释啊？你有没有为我想一想啦？那你们替我想一想呢，偷偷瞒着我带我去相亲，以他的年纪啊，都可以做我爷爷了。哦，原来另有内幕啊。嗯，怪不得姑姑开溜。哎哎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吃饭的时候会提出个什么婚事嘛，是不是？这个你也不能怪我，人家只是跟你商量，又没有逼婚你发什么脾气啊。好好好，就算是我不对，可是他那副嘴脸实在让人吃不消。哎哎呀，他也许是话说得太快了，他不太会讲话嘛。切，我看他根本是财大气粗，目中无人。哎，姑姑，他很有钱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他说他很有钱啊，他到全世界去买餐馆，去买饭店，到了台湾呢，大概没什么好买的，想买个老婆回去。啊，老婆？哎呀，人家做生意的人们讲究实际吗？这也没有错嘛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啊，你是应该可以考虑一下。什么？你叫我考虑？你还真的是想让我嫁给一个毫无感情、50来岁的糟老头子？哎呦，我真怀疑你懂不懂什么是爱情，什么是婚姻啊！我知道，我很懂，我懂得太多了。还有你们这些小女生呢，对这个婚姻啊、爱情啊，充满了幻想。满脑门子就追求什么浪漫呐、啊，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恋爱啊，以为经过一个恋爱一定有一个很完美的婚姻。哼，完美个屁！我告诉你，要是真的完美的话，有这么多夫妻要离婚，有这么多夫妻有问题啊！啊，我再跟你讲得清楚一点，这个夫妻之间呢，没有什么伟大的爱情故事，只要互相不讨厌就行了。我这样告诉你啊，我不是说一定要逼你嫁给那个姓赵的，我只是让你想一想啊。基本上我很了解他，他不是个坏人。再说这感情可以培养的吗？好啊，既然你那么喜欢他，你嫁给他。嗨，可惜他看上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能让我的家人呢、啊、生活的好一点，让我的儿子一天不要打18个小时的工，让我的孙女可以进好的大学，你可以免受气啊。
他要是跟我求婚，我早就嫁给他了。啊啊！你太过分了，一声也不响，连人影就不见。你是活活把我给气死！你真的讨厌我给你找对象？哎呀妈，您说这一大堆话，就这一句最中听啊！你有本事，你自己去找女朋友啊！你以为我喜欢跟你操心啊？哎呦，不是我看扁了你。你呀，要是有办法找得着女朋友，不会到现在还是个光杆。俊男呐，士可杀不可辱啊！哎，你回家吧，就发发威，不要一天到晚的给你妈妈求嘛。早，那当然。喂，小花。早，早。你喜欢吗？喜欢什么？我给你买新杯子啊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喜欢，喜欢，喜欢。你真的很喜欢啊？啊，对，多少钱买？多少钱？不用了，啥意思啊？就算我送你的好了。那怎么行的呢？那100块够不够？哦，那我等下再找林的给你好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春姐，我有人找你。你好，我姓潘，电视台来的。哦，你是？哎，幸会幸会，来坐坐坐坐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潘先生啊，百忙之中还让你自己跑一趟。我家人打电话到香港给我，我怕耽误你们，所以香港事情没办完呢，我就赶回来给你们做个交代。哦呀，你看看，都像你这么标准的国民的话，那我们这刑事大队很多事情都可以事半功倍。老毛头，哎，你过来帮潘先生做个笔录啊。哎，来了。潘志忠，嗯。麻烦你把那个事情的经过说一遍。哦，我必须要先澄清一件事情啊，我跟周正龙是好朋友。关于外界传说啊，我被他恐吓殴打，绝对没有这回事，绝对没有这回事。潘志忠，我跟你讲，你千万不要怕周正龙报复你。只要你今天跟我们合作，我可以向你担保，我一定会把周正龙那家伙送到外岛去管训去。小队长，是谁告诉你我被周正龙恐吓殴打的？是不是长青啊？哎，这个长青的话不能当真的呀。嗯，他最近大概不满意啊，我用凤凰来顶替他当女主角，所以呢，一个劲儿的电视台里面啊造谣，这诋毁凤凰。这个周正龙啊是凤凰的好朋友，大概是一时气不过了，就撂了几句狠话。对对，我在化妆间也常常听到这个长青啊，在骂凤凰，就说恐吓他，让他小心什么之类的这些话。小队长。我们这个圈子里是非多得很，尤其是那女演员呢，今天呢争得你死我活，明天他们就可以勾肩搭背了呀。今天是仇敌，明天就变成死党了。哎呀，你们不必为这个无谓的事情去认真嘛。好，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口供别录了。哎哎哎，小队长，我带律师来了，我可不可以把周正龙保出去啊？我的律师很管用的，海峡两岸都管的呀。老潘，你真够意思。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以后不管任何人找你麻烦，你来找我，我帮你梳头啊，谢了。潘姐，我已经照您的吩咐把周先生保出来了，并且照您的指示一字不漏的把这些话都告诉那个条子了。潘姐，哎，没你的事你先走吧。谢谢。没事的话我先走了，我跟你联络啊。啊，原来救命恩人是你啊！还不是凤凰通知我吗？我连夜赶到香港，找到姓潘的，把事情搞定。要不然呢，你现在又跟苦瑶了啊！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好兄弟，算我欠你一次。哎，何必那么说嘛啊！哎，您的肠子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下礼拜吧。凤凰啊，在车上等着你呢。哎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邢俊南。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下礼拜吧。凤凰啊，在车上等着你呢。哎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邢俊南。
哎，小队长，你要搞什么飞机啊？啊，原来是人民公仆啊！哎，小姓黄啊，没请教贵姓啊。周胜龙，你早晚有一天要栽在我手上。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哎，谢谢你关心啊。我看你最近气色不好，你也要小心啊。哎，那个潘志作我已经搞定了，你放心好了啊。想不到你也有两把刷子。你帮我摆平欧明亮的事情，我还没给你谢谢呢。谁说我已经帮你摆平了？啊？什么？你还没搞定啊？哎，我本来约好了跟他吃饭的，谁知道那个信息呢，莫名其妙把我关进拘留所了。我，哎呦，哎你。哎，我那天问你说你搞定没有，结果你跟我说没有关系，他不会找我麻烦。哎，你搞清楚没有啊？是你搞错了，我没错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，你晓不晓得这几天我出入都没有防范呢？我的妈，要不是老子命大的话，我现在在地下室他妈病腱炎了亡了！我靠，你怎么搞的嘛你？看你个胆小鬼的样子，我已经跟他通过电话了，在我跟他没碰面之前不会碰你的。哎，你放心了，我们说话算话，安了。不是我怕死。我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的。哎，不要解释了，谁不怕死啊？说不怕死是骗人的，你不怕死会找我？开车，开车，开车。放走了？那怎么办呢？是有的时候警方不是不想把治安搞好，是受害人不合作，你说我们大家干着急吗？难道就要那个姓周的臭王八逍遥法外啊？你放心，地检处会告他危险驾驶。危险驾驶，我去他的危险驾驶哦！哎，哦对了，过几天调查局可能会找你去谈话啊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不要慌，到时候没事。找我谈话什么意思啊？听那个潘志作讲说，他亲眼看到你跟那个凤凰耍流氓，那个凤凰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向调查局检举你吃流氓啊。潘志作，他有没有搞错啊？指鹿为马，颠倒是非嘛，真是没出息。哎，怎么办呢？不要计较了。哎，我妈来了。哎，回头见，回头跟你讲吧。干嘛？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再见啊，谢谢你啊。我回来了。哎，正好。那个赵大哥打电话回来啊，他说他明天要回美国了，看你下了什么决定没有啊？你跟他怎么说啊？你认为我会跟他讲什么呢？哼，很难讲哦。你不是想把我高价卖出去吗？哎呀，好啦，我已经替你回绝人家叫他死了这条心了。哎呀，你舍得放走那个金龟婿吗？我不喜欢被你恨一辈子，说我这个人啊，什么卖女求荣啊。嘿，我早就知道你舍不得把我卖掉。哟吼，万岁！聪明看世界，糊涂一颗心，回去眼中所有的乌云，只要你肯说，永远陪伴我，因为有你，一生快活。只要是有钱赚啊，再辛苦我也不怕。来，我来，谢了。安啦，你大小点钱啊，我一毛也不敢少给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你有个朋友包了几档工地秀吗？还要不要人啊？哦，工地秀你也有兴趣啊？只要是有钱赚，什么都有兴趣。怎么，这阵子缺钱呐、啊？抓狂似的，大小通吃。哎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也不好瞒你。这几年我在电视台是越来越差，找我拍戏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虽然说家里不需要我来负担什么，
我老妈也还有一点钱，可是我总不能在家里头闲着，让我妈倒过来养活我吧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是吧？我就说嘛，早劝你不要混呢，你就是不听。哎，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优点，当机立断。哎，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机会走红了，干脆认命退出演艺圈。咱们女人呢要赚钱还不容易，干嘛待在那儿去看那些制作人呢大牌演员的脸色。哎，其实啊最主要的是钱赚的也不多嘛，吃不饱也饿不死的。你现在可好啦，求人得人，出来才几年啊，才两年吧就当上老板了，我好羡慕你啊。哎，与其临渊羡鱼，倒不如退而结网啊。我看呐，那些狗屎垃圾别去拍了，干脆到我这儿来上班当小姐，我包你一个月108万，跑不掉的。还当什么小姐哟，我都28岁了，你不嫌我年纪大了一点啊？当小姐开玩笑嘛。你的脸蛋长得嫩嘛，你看横看竖看也不像28，何况啊那些客人呐、啊、通常啊只注意女人的脸蛋啊身材呀、啊、很少人看你的身份证的。不行啦，算了啦，开什么玩笑，不行啦。哎呀，我看你啊就别想那么多了，咱们台湾啊现在是笑贫不笑娼。我问你，你现在电视台拍一集戏拿多少钱？10000多块吧。什么啊，拍这么多年的戏一集才10000呢、啊、哎，我们这小姐啊随便陪客人聊聊也是这个差不多这价钱。嗯，不过他们可好了，他们可不用出外景啊，日晒雨淋的，而且、啊、保证不用吃 NG。 要重拍啊就再给钱呢。这一个月啊轻轻松松的捞上个10万8万，这活的才有意思，才像个人呢。好了好了，我看就这么决定了，明天就来上班啊。哎哎哎，不行不行了，你看我这个身材哪够资格当小姐啊，最重要的我脾气不太好，会帮你得罪客人的。我知道你把我当好朋友都是为我好，要是让我来这当小姐啊，只怕你的生意会咻直线下降哦。说到底你还是放不下嘛，你放心别害怕，现在已经不做心逼良为娼了。哎呀，其实啊我也是为你好。哎，你想想看，现在有哪几个 piano bar 愿意找你这种28岁的小姐。我明白你的立场了，你找我来你是因为大家是好朋友为我好吗？哎，你知不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去看过相，哎，那个相师说啊，看我这个命啊就是个骡子命，一定要赚辛苦钱我才可以长命百岁，才可以出入平安。哎呀算了啦。好了，人各有志，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，我看呢、啊、你就乖乖的领你的贞洁牌坊吧。哎，想通了。刚才跟你提的工地秀你还没跟我说清楚呢。哎，拜托拜托了。哎妈，你还没睡啊？不是叫你不要等门了吗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好了，不要再支了啦，走走走，睡觉去。哎呦，谁说我在等你啊，我只不过说你哥哥生日快到了，所以打件毛线衣了，算是做生日礼物嘛。哎，你别麻烦了，一件毛衣花不了多少钱的，买一件嘛。你啊好大的口气啊，你知道吗，好的一件毛线衣不便宜啊。给你的。好了，你老妈也不等钱用，拿回去自己用吧啊。你留着。好啦，这点钱啊，买盐不咸，买糖不甜，自己留着用吧。你没听过积少成多吗？我只听过积劳成疾。小姐，你最近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一会儿接什么工地秀了，一会儿又餐厅秀了，一会儿什么酒廊秀。你到底干什么？你准备改行做歌星呐？
反正闲着也闲着嘛，找点事情打发时间啊。你要是真觉得你没事情干，你可以陪可喜上去逛逛街啊，看看电影啊。如果你再觉得无聊，你可以陪你老妈上耗子去观光观光嘛。哼，我没兴趣。没兴趣啊？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你现在赚的还抵不了你的医药费。妈，别再说了，让我去睡吧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明天你表姨要，我拜托你留在家里不要出去，好不好啊？明天呢？不行了，我要去高雄。你要去高雄做什么？演工地秀啊。又是工地秀？哎呦，他们给你多少钱嘛？2000块呀、啊。才2000块？你没想过，你要吃饭要车费，你剩下来能赚多少啊？饭费车费都是人家付账。这2000块钱是净赚的。哎哎哎，阿姐，2000块钱给你，明天不要去高雄了哈。哎，这2000块钱不是白给的，明天表如果是一个宴会上，你要负责余兴节目啊。2000块钱给你，明天不要去高雄了哈。不要去啦，阿姐。妈，我要是不去，以后人家就不用我了啦。呀，不用就不用嘛，你不用老妈养你一辈子啊。我才不要看你的脸色呢。看我的脸色就没看别人的脸色。哎呦，你们有完没完？人家明天还要上课。不拿白不拿，你以为你老妈钱好赚呢？去。哎，咋咋咋！哎，哎呦，嗯，怎么的？没事，闪了一下腰。上了几岁年纪啊，这个筋骨都不管用了。是啊，经常活动活动啊，做做外张功，很好的。那哦，嗯，是吗？嗯，有兴趣吗？谢了。嗯，等会儿让你家那母老虎知道，准让你杠上开花。这当然不是我教你。咱们社区里边那个角上有一个老师教外张功，很高端的，真的好啊。老家伙，嗯嗯，有电话，听电话啊。知道了知道了。哦，待会儿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你，你去找他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啊。哎哎，快一点吧，你聋了。来了来了。哎呦，可喜呀、啊，都已经8点钟了，赶快起来，要迟到了啦！哎呀，呀，迟到了！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个人真是……来来来，起来！要不是我让人家休息，你哪里不舒服？你是头昏呢、啊、还是发烧？你跟奶奶讲啊！哎呦，反正浑身不舒服嘛。好了好了，那你就多睡一会儿啊，等下奶奶带你到医院去看看。不用了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啦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什么啦？什么东西嘛？哎呀，大惊小怪干什么？蟑螂。蟑螂啊！哎呦，打死你！哎呀，蟑螂在哪里嘛？蟑螂是没有，懒虫倒是有一只。你说到哪里去了嘛？奶奶，人家真的不舒服哎。算了吧，看你刚才生龙活虎的样子，挺精神的，白痴才相信你呢。奶奶，姑且可喷人了。好好好，反正呢，半个小时之内你要是再不出门呐、啊，我下个月零用金就减半。不要啰嗦，快一点！想骗我？哼，道行还差得远呢。整天要人家念书、念书、念书的，人家快喘不过气了。哼，你呀，你奶奶的钱赚的可是辛苦钱，你要好好念书，不要让奶奶失望了。又在找什么？找鞋子去？看看你。自己的鞋子都不收拾好，东一只西一只的，给你。东一只西一只的。阿青，啊，哦，快出来，别蘑菇了。
可惜，我没出息，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太痛苦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现在在哪里发财啊？还没找到工作。那再回来帮我忙啊。不好吧，邢少爷背后有大哥大在撑腰，怕我惹不起他。15块。喂，阿伟辞职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？我邢少爷，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，我跟可喜破镜重圆了，现在我们相处更融洽更亲密，你不可能再搞破坏了。不是人。阿伟，你不要走。哎，醒过来，你干什么？现在是上班时间了。喂，老板不挡路啊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缠长歌喜？我不知道缠他，怎么样？我还想跟他上床呢。像这种性情的弱小女生，你个卑鄙。告诉你，从来没有一个码头从我手上溜走，就连你那个心肝宝贝也一样。我对他只不过略施小计，他就神魂颠倒了。如果你不介意穿绣鞋的话，欢迎你来捡破烂啊！啊，你耐心的等着吧，你。前一阵子每天对我垮张脸，给我脸色看，干嘛今天转性了？人家想通了吗？你一个进个药上补习班，无非是为我好啊。嗯，我不该生你的气的。来，吃西瓜。嗯，来，好好吃吃吃。奶奶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要好好的用功。我不但啊要拿全校第一，我还要考上第一志愿，将来当个女律师，好不好啊？好好。哎，我告诉你啊。这个一个人呢，要言出必行，你说过的话就要做到啊。好，好，好了，我看你念一天书啊，你去歇好，我来了。我一点都不累。你是不累呀、啊，可是你奶奶心疼啊。谢谢奶奶。好好好，我煮好了，帮我端到餐厅里去啊。嗯，怎么了？我让你把绿豆汤端进去，你听到没有？有吗？我没听见呢。你呀，看电视都看呆了，你还听得见呢？日看夜看，看了多少年了，你都看不厌。哎，电视不同，女人会老哎，电视不会老，女人只有一个，电视台有3个台，怎么会看腻呢？你这个老色鬼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你这个人怎么连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？我又不是酒家女，被你卖笑。哎，你晓得了？怎么着？还要老娘三请四请啊？
好了好了，你别唠叨了，我来给他拿进去。拿什么拿？这么大个人了，还有人伺候啊？哎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看，他胸口这红一块紫一块的，你到底在搞些什么鬼呀？你这怎么弄的嘛？打架啊！一定是在外面跟人打架，对不对？说谁欺负你了？告诉老爸，老爸替你出头。老爸个屁呀！小鬼哟，你这个小鬼哟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乱七八糟在外面胡作非为，学那些坏的话，我不抽你几斤骨头的皮，我要你好看的了。好了，你给我记着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，我现在便利商店拖地的时候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胸口撞到柜台了。平常啊，让你管得服服帖帖的，连说句话呢都不敢提高嗓门，他还有胆子就跟别人打架。哼，拖个地都会把胸口弄得这么红一块紫一块的。陈伟恢复来往，我跟谁来往不用你管。他真的不是好人呐。对，整个台湾只有行过是一个好人。听我说，他是个玩弄爱情的骗子，他在耍手段骗你，你不要上当啊！我警告你哦，你再说陈伟坏话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蔡可欣，喂，你相信我，他真的不是好人呐，他只想占你便宜，他对每个女生都这样。真的是坏透，我要见他身上其他面。代理什么？保险套。爱情是不会勉强的，我求求你，你别再骚扰可喜，行不行？陈老师，你不要再跟这种垃圾在一起，要不然我告诉你奶奶。好啊，你去告诉我奶奶啊，我奶奶不见了，跟你一鼻孔出气。你放松一点好不好？她不是个好人呐、啊。行过，我对你已经够忍耐了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死木头，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我心里有数，用不着你替我操心的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相信我？陈伟是好是坏，与你无干。我最喜欢跟坏人在一起，怎么样？告诉你，我奶奶都没有资格干涉我自由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不睡啊？等你啊。等我什么事？哎，有件事想找你帮帮忙。帮什么忙啊？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坏人，他想去骗一个女孩子。我想呢，你去警告一下那个坏人，叫他不要再继续跟那女孩子来往，可以吗？有个人要逼良为娼是吧？不是，他大概没有那么大胆子，他只是喜欢欺骗女孩子。情场骗子啊。对，就是情场骗子，
那大哥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两个现在已经打得火热，那你得赶快去警告他才成。哎，你让我去警告人家男朋友？不是，他坏透了，他是那种自命风儿，他是那种自命风流型的，那个女孩子跟他来往，说有多危险就有多危险。我看女孩子是你女朋友吧？不是，没有，没有那回事了，我跟他只是朋友而已。大哥，帮个忙吗？帮是什么忙？人家不一定买我面子。你不是，你是警察，你去的话他一定怕的。警察也不能随便欺负人，你这观念要改。我们小的时候警察可以，现在不行了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别直睡，让他别直睡。来来来，我也不是说要你去怎么样了，我只想你去警告他，你不要让他再跟那女孩子来往就行了吗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啊？他们人家有结交女朋友的自由，我怎么能干涉人家私生活呢？是不是？哎，不是啊，他是情场骗子啊。要是不阻止他继续跟那女孩子来往的话，那女孩子的话将来就惨了，搞不好一辈子被他毁了。大哥只有去抓罪犯的那种权利，没有办法去干涉别人谈情说爱。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？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嘛。嗯，你现在没有见死不救啊，你就干脆把他约出来。就是好好谈一谈，你提醒他那个糊涂蛋就算了。我有嘛，可是他硬是不听，他还骂我。那他笨呐，他蠢蛋呢，是不是？这个你忠言逆耳上男人当，你活该嘛。大哥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就靠着我啊，好舒服。哎，大哥，不是你交女朋友啊，记住，不要找那个漂亮的，你找那个聪明的。你找那个笨蛋，你迟早要气得吐血。我告诉你，不要理那种笨蛋蠢货。你干什么？我明天早上我还要去跟那个谢明碰面，你老这样搅我干什么？睡觉睡觉。大哥，哎，好舒服。上来，送你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猜。好像是书本。你猜对了。这是郑愁予的诗。郑愁予。他是我的偶像哎，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你不能不认识他。下车。哎，你去买菜啊？对呀，再我烧菜给你吃。烧菜给我吃？在哪烧啊？当然是我家喽。坐好啊。太麻烦了吧？我们去吃汉堡。你不是以为我有什么企图吧？算了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吃了，我带人送你回家。怎么了嘛？无缘无故发什么脾气啊？我知道你怀疑我对你有不轨企图，我最恨人家不信任我。你拿我当色狼看？你什么都举报着我，我们这样下去有什么意思呢？人家没有了。要你简直侮辱我！你想要哪去嘛？天气这么热，我只是不想你待在厨房烤免费三温暖。走啦。对不起，你看看，是第几次了？对不起。我到对面银行去缴电话费，马上回来，小心一点。你在心不在焉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。
别闲着嘛，地上那么脏，拿拖把拖一拖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好。我忘了买沙茶酱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到别的地方去买嘛。有什么关系嘛？我只是去买东西啊，我就不信他会对我怎么样。啊？欢迎光临。嗨。喂，喂，你为了自己一时的欲望就毁了人家一辈子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不怕将来会遭到报应吗？我可没有打算我死后要进天堂啊！再说，我比较喜欢地狱啊，我所有朋友都在那边，天堂啊，太寂寞啦，只有你这种小土包子才喜欢嘛。魔鬼，别生气嘛，我又不是来找茬的。哦，还记得这个吗？新买的套子，待会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下流！拜拜。开席。行不？不卖就不卖嘛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你给我闭嘴！可喜，你不要跟他走。可喜。啊？我这好像还有沙茶酱哎。那就走吧。可喜，你听我说呀。可喜，可喜，停下来！可喜，听我说，你不要上他当。来，下来，下来。疯狗，你有完没完？喂，可喜点啊！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疯狗。我是狗。好，算我多管闲事，你去跟他上床好了。你笨蛋！阿伟，我们走。好啊，不要跟这种小人瞎混了。青春心错过。